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36页，我们从念老的注解看起啊，就是第二行啊，首四句总况全部大愿，愿我成佛时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甚妙功德，具足无量清净庄严。经文：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这四句非常重要，后面我们要学48愿，那么愿愿都是这四句观数啊，都这四，这个四句是48愿的总数啊，所以愿愿都是每一愿都具足啊这个四句，这个意思才能够圆满。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啊，我继续把下面念一念：具足者，圆满也；周边含摄，无欠无余，故云具足。啊，具足两个字的意思非常的深广。啊，它包容一切法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用48愿代表一切法啊，句句都是圆融无碍啊，所以古人具足那么所具足的功德庄严，一切了都不可思议，
超情力见，情见是妄想分别之主，六道众生呢都有，只有轻重差别不同。啊，超是超越，超越了情见，不但超越了六道，超越二乘，超越法身菩萨，啊，所以说，非思量分别之所知。我们把思量，思量是起心动念，分别之处，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。那非文字语言之所能表，是不可思议。语言能不能说，说不出来，文字能不能把它形容出来，也无法做到，所以叫不可思议啊，不能够思，思是起心动念，不能够议，议是议论讲解，这真的。为什么思是生灭法？你看前念断了，后念又生了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，也就是思想不是真的。那议论就不必说了，议论当然也不是真的啊，把思议拿掉，真的就现前了。我们面对着一切万法，是真妄合合在一起。那真不爱妄，妄呢也不爱真。啊，他们两个确确实实融在一起。那我们多次用电视屏幕做比喻。啊，我们用这个工具啊，虽然不同在一个教室啊，在各个不同的地区，我们在同一时间在一起学习啊，打开这个屏幕，屏幕真的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们打开频道，影像出现了啊，我们听到声音，看到啊画面，这个画面在哪里呢？画面就在屏幕上，屏幕是真的，画面是假的啊，这做比喻啊。为什么呢？屏幕没有生灭，画面有生灭啊，今天电视这个画面啊，相当于我们过去看到的电影啊，早年我们看到的电影是每一秒钟24次的生灭啊，也就是一秒钟啊，镜头的开合开，画面生，关起来画面就灭啊，一秒钟24次的生灭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电视是数码，速度快了，一秒钟是100次的生灭啊，比以前快多了，所以非常逼真
啊，什么人能够在画面看到屏幕？屏幕看到画面，啊，这就是不思议境界的一个浓缩。啊，我们会看电视也能开悟啊，也能成佛啊。啊，真的不可得。为什么？真的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清净心中不离一法，念佛法也没有。你看佛法，释迦牟尼佛、菩萨罗汉有形象啊，这形象怎么样？有生灭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现的是应化身，住在这个世间80年，有生有灭，有生老病死。啊，所说的这些佛法，这些经典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文字记载的，这文字有生有灭，又何况世尊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，在这个世间有正法、有相法、有末法，总共12000年。12000年之后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了，那完全毁灭了，生灭法了，生灭法是假的啊，所以也不可得啊，刹那生灭不可得，真的不生不灭，它里头没有现象，他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，精神现象没有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通通不可得，真跟妄都不可得。难道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？就是迷悟不一样，凡夫迷而不觉。佛菩萨、法身菩萨，觉而不迷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我们学佛，希望我们回归到觉而不迷。啊，觉而不迷就是佛菩萨，就荣如常寂光了。啊，自信本能。也是此地讲的具足无量清净庄严，清净是自性的，是本性的，我们今天完全变成染物，清净心不见了，学佛呢要恢复清净心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清净里面包含着平等，也包含着觉悟。我们的经体清净、平等、觉，修什么就有这个，这三样都是本有的。我们现在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失，他在，就在面前啊，从来没丢失过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完全没有感觉到啊。佛教我们把染污放下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，我们放下多少，这就功夫，
你就恢复多少。这里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清净心，阿罗汉所证得的，小乘尊者证得的。第二是平等心，菩萨所证得的。最高的是佛跟化身大士所证的，就这清净平等就。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学佛就是希望得到这个，这是本有的。现在迷了，迷破了之后，他就现前，你就能证得，证得这个得大自在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自己非常幸运，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净宗，又遇到这一部经典。这一部经典出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很久，二战之后才出来的。距离现在60几年，这一本书应运而生。他的任务是什么？度我们现前地球上苦难的众生。因为这个阶段地球上众生过的生活特别苦，有史以来社会没有这样乱过，多少还有一点道德观念，还有一点人情味，现在没有了，完全是厉害。怎么办？佛菩萨出世啊，替我们在经典里面重新做一次整理，整理一部精要的本子，方便我们学习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学习各个宗教的典籍，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那么经本，每一个宗教经本分量都很大，无从下手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想出个点子，360，取其精华，分量不多，我们容易学习。群书之要有360，群书之要是什么？是四库全书的360精华篇的。那现在我们用360，又是制药的360，精华当中的精华，方便了。那么这一部《无量寿经汇集文》是什么呢？是整部大藏经的
三六零精华片呢、全部大藏经我们没法子学，我们就学一个宗派吧，一个宗派里面典籍也不少啊，净土宗典籍最少，但是你一生还是学不完，没那么长的时间。那现在变成这一步，这一步就是净土宗的三六零分量好，不很长也不短，念一遍一两个小时用什么样的心态，关键你能学习多少，你能得多少心态关系大真正是佛法当机者现在越来越少了，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要想得到清净平等觉难，清净平等觉是修学的目标，我们学佛为什么？就为这个得清净心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。证得平等心，化身菩萨，超越十法界。觉呢，回归常寂光。那是无上菩提，在经体上这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成佛才真正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那究竟乐是什么？也在经体上，大乘。大乘是圆满的智慧，不可思议，圆满的智慧。那无量寿，无量寿是不生不灭。真的不是假的。因为自信本来是没有生灭的慧能大师开悟了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，你看坛经记载的，他开悟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，他说了五句话，第二句话就是何其自信，本无本不生灭了自信是真正的自己，是自己的真心呢，不生不灭，无量寿这一句就是无量寿后面还有庄严，庄严是美好，就是究竟乐我们凡夫这个里面所以是无欲之乐，七情无欲，七情五欲之乐不是真的如果享受七情五欲，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，他就造罪业了，不是太过分了过分就造业了，善业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三恶道的果报有因有果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这个道理要懂那么佛教导我们永远脱离得
真正的落，那个落里头不造业。啊，那个落里面依旧保持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享受的那个乐，是真乐。啊，跟我们这个天上人间完全不一样。啊，不造业呀。啊，你看这个四句意思多深。啊，每一愿里面都是这四句。啊，要是详细的写出来了，每一愿前面都要加这四句。啊，这四句是总数，四十八愿是别数、细数。啊，这是总数。所以说，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华严经。独明四思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，那其他经里佛没有说，只有在华严说了。啊，离思无碍，四思无碍，没有障碍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障碍？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。起心动念是迷，分别执着是迷了自性所起的造作。六道乃至于十法界都不能摆脱。啊，见性之后，大彻大悟，见性之后，四思无碍现前了，真没有障碍了。这是什么？法身菩萨。我们能不能得到？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，他能得到，我们也能得到啊。他凭什么得到的？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出了家了，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，不认识字，啊，没有听过一次经，他凭什么得到的？他的老师教出家的时候给他剃度。剃度完了之后传给他一句佛法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。你看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了多久？念了92年，从剃度那一天开始念到往生极乐世界，92年了，112岁走的，啊，实际上真的想往生，我们细心去观察。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了？20岁念佛，顶多25岁，他就可以往生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往生？要活到112岁？阿弥陀佛给他任务，叫他给学佛的同学做个榜样。叫他给念佛同修做个朋友，他做到了。
那所以我们看他的是25岁肯定得到功夫成片，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啊，还有寿命可以不要了。多少人功夫到这个程度啊，就求阿弥陀佛带他走，寿命不要了。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。海贤老和尚佛把他留下来不让他去，叫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念佛人做个榜样。他有什么长处佛看中了，他老实，他听话，他正干，这就是佛要求的对象。你能够有这三句话啊，真正是老实人、听话的人、正干的人，佛就一定是劝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啊。那么他学佛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他用什么心态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。他用真诚心，他用清净心，一点都不染污啊，真诚心，虚情假意丝毫没有，用个恭敬心那么你有这个条件，阿弥陀佛一定劝你不着急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你随时可以去。看到现在地球上的众生遭到这样的苦难，希望你发菩提心呐，怜悯这些众生呐，做好榜样给他看。啊，教化众生不外乎两个方法，言教身心。那我们是用言教，仙公老和尚用身心，他用身教把阿弥陀佛无量寿经这里面所讲的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啊。他所表演的是活的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在哪里？在他生活里头，在他工作里头，在他处事待人接物里头，妙极了啊。啊，所以他的一生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啊。你拿无量寿经去对，很对，一点都不错啊。身心有言教，言教有身心，他是以身心为主，言教是附带的啊，那个言语也是妙绝了啊。虽然没念过书啊，从自信里面的一阵法流露出来啊，我们要
会看呐、啊，那碟片会看。啊，看不懂没关系，多看，用恭敬心去看，用真诚心去，用清净心去看，看上一千遍，看上两千遍，门道就被你看出来了。啊，这个里面你一定会得法喜，啊，法喜充满。跟老和尚一样，就会把大乘无量寿经跟自己的生活、工作啊、待人接物融成一片。你生活在哪里？你生活在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就是极乐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已经在极乐世界了。那功夫成片以后，提到事业心，到利益心，第一心现前之后，你想见极乐世界就见到，你想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。啊，所以老和尚实际上他住在长吉光里啊，不是长吉光也是十八图啊，他在我们世界是应化身的妙绝了啊。那华严经说四时无碍，这里举一个例子，一多相即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一多不二了。啊，小大相容。啊，小就是大，大就是小，大是什么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大了。小是我们这汗毛一根毛，一根汗毛起。尖端小啊，这个一毛端里头有大千世界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大小没有了，一多没有了啊，广狭没有了，严粗没有了，重重无尽圆明具德。那华严十玄明门里面讲得很详细，我们这部经前面讲过啊，在玄义里头什么开启啊，所以前于判教一节曾前说之啊，精进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如来，毗卢遮那如来是法身，阿弥陀佛是报身，报化是报法是一体，有缘就现报身，没有缘就是法身，法身没有相啊，报身有相，什么缘现报身？我们的无始无明烦恼断掉了，还有习气，就有报身，习气要断干净了，报身没有了，就是法身。法身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实际上报身也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
遍一切处啊，佛遇到这一个众生啊，他的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断了，无明也断了，习气没断，化身里面自然就现报身啊。如果习气断了呢，自己的报身没有了，佛的报身也没有了，通通回归常寂光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我们真的是好运呐！这一生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？啊，而且这个法门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啊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如果有疑惑，要研究经教。啊，经教最好的方法是读诵，不要去用心。为什么？心是妄心，用真心，真心只读不想，啊，没有妄想就是真心。啊，真心好，真心可以得三昧。啊，这个经呢，你天天念，一天念个十遍。啊，念上个几年，功夫成片了，心定下来了。啊，功夫成片是念佛三昧最小的，但是它能往生了，往生的条件去到了，然后啊，真正有慈悲心、障碍心，看到还有这么多众生。迷惑颠倒，想办法帮助他，能帮助一个就成就一个，能帮助两个就成就两个，不能帮助的也种了善根。老和尚一生给一切众生做善根，帮助一切众生结善缘啊，不结恶缘呐，不害众生呐，啊，所以每个人见他都生欢喜，啊，都喜欢跟他接近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要向他学习。那学不来，我刚才讲的方法读经，这一部经能读上三年，一天读十遍，读上三年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三年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很轻很轻，啊，你跟阿弥陀佛见面的机会有了，那么精进，啊，这你交代的很清楚，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，极乐净土不异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；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净土。阿弥陀佛净土跟释迦净土是一，不是二。生极乐就生华藏，
生华藏由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，他们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去观光去参学。啊，这经上都有说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依报真报。啊，具体是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境界。夜夜圆居无尽玄门。无尽玄门浓缩为十玄门。华严经上说的。要知道那个十不是数目字，不是玄门只有十个，不是。无尽玄门，无量无边呐。啊，玄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就近成佛的门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夜夜圆居无尽玄门，跟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啊，宗门常讲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问题是会不会？不会的，哪一法是佛法？会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门门都是啊。念华严经能入，念法华经也能入，念无量寿经也能入，海鲜和尚念一句阿弥陀佛也能入，那入一个玄门就入一切玄门，就是无尽玄门，你统统都入了，这都是真话啊，这是真理，这是事实真相在历代祖师当中，有多少做国王的啊，听经开悟了，明白了，把国王的位置让掉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给我们看的榜样，啊，那么在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翻经的法师安世高，啊，那个安不是他的姓，是他国家的名字，啊，在汉朝那个时候叫安息，啊，唐朝时候称波斯，现在的伊朗，啊，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，他父亲过世了，他继承王位。半年之后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修行去了，跟中国特别有缘分，到中国来非常聪明，很快中国的语文他就学会了，啊，早期翻译经他翻得最好，啊，他用意义不是用知义，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，啊，这是早期翻的最好的，他翻的经中国人喜欢读，啊，好像读中国人的文章一样，
佛法真正有魅力啊，能叫过往舍弃王位，真的无上菩提啊，舍了世间的过往去做法王，佛是法王，于法自在。啊，那么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庄严是美好啊，这个世界样样都美好，没有丝毫缺陷，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每个人都是好人，好人当中的好人啊，好到我们无法想象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三种烦恼都断掉了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没有了。人跟人相处是什么样子？我们讲一家人，一家人可不行啊，各有各的身体，各有各的思想，各有各的见解，一家人不能比啊！啊，那怎么样比法？同体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？同体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就跟慧能大师说的一样。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万法是什么？宇宙啊！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生的。谁的自信啊？自己的自信啊！啊，我们人容貌有差别，身体有差别，自信没有差别，自信就是真心，没差别。妄心有差别，妄心是念头、思想，个人个人不一样。啊，佛用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，真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念头的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回归到真心就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就是正德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的本体原来是自己啊，不是别人。啊，今天我们要回报一个人，回报自己。啊，要去陷害一个人，陷害自己。要去破坏一桩事情，就破坏自己。这不一样啊。啊，真正知道诸法实相，一切诸法实相是从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
十法界一真庄严一体。那凡夫在迷，迷而不觉，啊，以为个个都是独立的，不是一体，啊，这就要迷惑，这就错了，啊，所以佛菩萨的爱人，他是真诚的爱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同体的爱，所以说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原是条件，无条件的爱一切众生，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，啊，海鲜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啊，真的学佛的人，不学佛的人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，他分不出来。啊，两百年前的人知道，他有标准，与伦常道德相应的是善，与伦常道德相违背的是恶，他有标准。啊，学佛的人有标准。与三规五戒十善相应的善，相悖的是恶。现在这个标准全部被推翻了。啊，这个东西现代化叫价值观。两百年前的人的价值观跟今天地球上居民的人价值观不一样啊！啊，今天邪恶不分了，善恶不分了，把恶当作善了，把邪当作正了。影响如何呢？来生都是三途。有几个人来生能得人天生的？很少很少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啊，教坏了吗？过去在中国，家庭有老人教。那有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一代一代认真地教啊，有规有矩啊。那佛门是学校，老师教啊，啊，现在都不教了，家不教了。老师也不教了，怎么办？大问题啊！啊，那我们是真正最幸运的少数的群体，佛教我们用真心，我们要用真心，绝不能用妄心。
要能相信，不能怀疑。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离苦得乐，清净心乐生智慧啊，染污的心苦啊，生烦恼啊。啊，烦恼是什么？竞争，竞争太苦了啊，竞争在提升，斗争，斗争在提升，就是战争。思路一条啊，祖宗教我们，圣贤教我们，佛菩萨教给我们，让不争啊，于事无求，于人无争，多快乐啊，处处修忍让，谦让，礼让，让到底呀！啊，你要过一想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啊，远离一切苦恼，佛菩萨教我们的方法。我们能得到啊，啊，我们会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啊，看得很明白啊，自己确实过很美满的生活啊，生活很简单，老和尚教给我们吃。不要挑剔，这好吃那好吃，吃饱就好了。啊，穿也不必挑剔，款式，啊，质料不用挑剔着，能保暖就好了。啊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了，多快乐啊！啊，古人讲的人道无求品质高啊。啊，一生能真正享受到于人不争，于事无求，你多么自在，多么快乐，你的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才能把问题看透啊，看得深，看得广，看得透啊，就在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啊。啊，这样修自自然然开智慧，积功累德，啊，所以说故能令众生文明得福，文明发心，生念必生，经等不退也。啊，这几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果的，你修因一定正果啊，你现前会得到文明的福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佛号介绍给别人啊，让他听到阿赖耶识里面种下这个佛的种子，这就是真正的佛宝啊！文明发心，这是有根的人，阿赖耶识里头啊，有佛的种子，过去生中种的
这一声听到了，就是接上去了。啊，为什么有人能发菩提心，有人不能发心？那就是他阿赖耶里头有没有佛的种子，有没有净宗的种子，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种子？如果有，就发心；他没有，发不起来。发不起来没关系。佛度众生不是一生的事情，生生世世，其而不舍。真了不起啊！啊，众生无论在哪个地方，他出不了自信，就是他出不了常寂光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看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帮助他善根增长，帮助他菩提心顺利地发出来。啊，菩提心就是求生净土的心，就是亲近弥陀的心。我这说的更具体更明白了。每天心里念什么？念弥陀，这真的，念其他的全是假的。啊，不是假的就算了，那个假的里头招感业报啊，这个麻烦了。 也就是无论真的假的，通通都是轮回业。你天天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脱离得了轮回？啊，不造轮回业才能脱离轮回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我们一定要懂得，啊，念佛就不造轮回，不念佛起心动念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事情我们搞清楚没有？搞明白没有？真正搞明白了，这个人死心塌地，这一句佛号决定不肯放松。那一句顶着一句，那黄年老的晚年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他怎么念的？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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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断了。啊，不讲话的时候心里头念的，没断了。啊，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啊，生念必生，永远感恩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不退转。啊，三种不退：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什么人证三不退？法身菩萨。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，让我们就等三不退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神通、智慧、道理
法身菩萨平等啊，啊，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，一切经佛都没说过这个话的，只有在净土三经啊，特别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很容易去，一点都不难。说佛已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庄严啊，因为这一句佛号功德太大了，所感得的净土无比殊胜庄严啊，故万物严禁，庄严清净，穷微奇妙啊，妙得的什么程度你没有办法想象啊，你也说不出，你也没有办法想啊。那么要想知道的，哎，你老实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，你就看到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佛语真诚，决定没有欺骗人的。光阴如镜，彻照十方，粗光安乐，狗灭善生。啊，极乐世界，光明世界。啊，因为一切万物是自性变的，自性有光，所以它所变出来的东西，通通都放光。啊，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境界也是自性变的啊，但是它加上了妄心阿赖耶，华严说的十法界包括六道是心性识变，换句话说它两种真心跟妄心揉在一起，非常不幸妄心当家作主，真心我们没有感触到，这叫迷了。如果真心当家作主，妄心不该死啊，它不起作用啊，所现的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就是此地所说的。这个光彻照十方，粗光暗落，现在是光粗我们，我们没有感觉，这真话。为什么没有感觉？我们有烦恼，有业障，虽然光出我们，佛光照我们，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感觉不到，那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凡夫烦恼习气没断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蒙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除到佛光了。佛光就是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所以狗灭善生啊，
故事染污，我们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灭了，善生了。善是本有的啊，这个善跟大学里面所说的意思相同啊。大学你看它的三个纲，那就是全部浓缩在这一句里头啊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亲民，止于至善。这个善生就是止于至善。啊，那么不但有香，这个香有光啊，它还有香。其香呢，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性。香有不思议的能量啊，闻到这个香啊，就想修行啊，就想到极乐世界，太好了，应该早一天去，不要落在人后面了啊。见菩提树，证无生人。极乐世界树木很多，啊，实在讲呢，通通都叫菩提树，因为你看这个树啊，你会觉悟，会开悟啊。你见这个树，这树会帮助你断烦恼。啊，你看证无生人，人就是肯定、认可、同意。啊，佛说一切法无生，无生当然就无灭。啊，一切法本来没有生灭，你肯定。承认了，这叫无生法人。你对这没有丝毫怀疑了。啊，一切法确确实实是无生的。我们认为有生，这是错觉，真的是无生。啊，现在我们通过科学家的报告，对这个稍稍有一点概念。为什么说它无生？它生灭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没办法捕捉到啊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。我们讲我们的电视，电视一秒钟100次啊，这个画面的生灭100次啊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眼耳鼻舌对的这个六尘境界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一秒钟它的生灭频率是2240兆一秒钟，这么高的频率就在眼前，我们丝毫感觉都没有啊。这是佛给我们说的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如此啊。所以生灭等于不生，妙贤极乐世界一尘一毛，悉皆圆明具德。啊，极乐世界如是，这个世界也如是啊，没两样啊。一尘是微尘，
一毛是毛断啊。佛常常讲小，用这两个字做比喻啊。一粒微尘多大，肉眼看不见啊。在佛经上叫极微色，极微色是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百亿个极微色聚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里头的电子，现在小小到可知了，啊，它不能再小了，它是最小的物质单位。科学确实帮了我们的忙，没有科学报告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。以为一粒微尘啊，一粒尘沙，一个毛端，肉眼都能看得见，它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圆明具德，圆满光明啊，这就是常寂光。是以此四句列入愿书，表以下夜夜各愿，这个夜跟你是48愿，莫不如是啊。啊，每一愿呢都要用这四句啊，这四句写在48愿前面，说明48愿每一愿都有这四句啊，就是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那么夜夜之愿皆是为众生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要想学佛，跟佛同心同愿，我们起心动念不能为自己，要为众生，成佛就快了。起心动念是为自己，很不容易出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修福，啊。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，为一切众生的夜夜之愿呢，皆是弥陀本妙明心的显现。啊，夜夜之愿就是48愿，啊，都是阿弥陀佛本妙明心的显现。啊，从愿里面显现出来，我们要有跟佛一样的心，念念为众生。为什么？啊，这是佛陀教育，唯一的宗旨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
在十法界啊，在这个十报土苦，为什么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啊？在十法界苦，见思烦恼没断干净，在六道里的苦，业报循环没能放下，造善业，三善道受报；造恶业，三恶道受报。善道、恶道都是消业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业，没有善恶，不但没有善恶，连染净都没有。啊，阿罗汉真的没有善恶，但是有染净。化身菩萨明心见性，染净都没有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晓得之后才知道怎么个修法。修行的秘诀就是放下，没有别的。啊，放下自然看破了。啊，看破帮助你再放下。这就叫佛法。啊，我在年轻时候刚刚接触佛法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我接受老师的教诲，我对老师有信心。啊，信心里的有没有怀疑？有。啊，大概有80%-90%的信心。还有10%-20%的怀疑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秉性比不上海鲜老和尚。海鲜老和尚100%的信心，没有怀疑，所以他成就那么快，成就那么踏实。啊，那我们必须要通过经教，由于经教的帮助，提升我们的心愿，啊，把怀疑的逐渐逐渐断掉啊！啊，这要靠经教啊！啊，海鲜老和尚善根深厚，不需要靠经教，但是他比我们高的地方啊，我们比不上他的地方。那么一业四相皆是清净具，像往生论上所说的，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清净具就是这个意思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啊，法身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手数据的文位文音啊，我们前面学的这些啊，这个是48愿的总数啊，后面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，接得好。我若证得如来果觉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即
以究竟成佛。啊，这是法藏比丘。啊，他发的愿，我如果真的真的真的成佛了，就这个意思，真成佛了，是这个时候我所住持的国土佛土啊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那、啊、这个无量功德庄严从哪里来的？是法藏无量界积功累德造成的，这是因。还有缘，缘是什么？听老师教诲，无戒修行，这是缘。啊，这个无戒，真正认真考察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。啊，我们讲真善美慧。啊，他完全吸收了，接受了。啊，在他的道场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完全呈现出来，供养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。啊，所以居住啊，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以上数据，总表极乐世界之微妙殊胜，就是极乐世界微妙殊胜从哪里来的？这一点很重要啊，让我们生起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圆满信心啊！那么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要修无量功德。无量功德从哪里修？一句名号，名号是无量功德所成就的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修无量功德。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还要修这个修那个，修一大堆啊，把心都搞乱掉了。海贤老和尚表法做得太圆满了，他怎么修的？就一句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他也不会念咒，他也不会念经。什么法门，跟他都无关。他就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啊。他真的是走近路啊，接近当中的接近啊，一生圆满成佛，而且真正成就，我估计不超过40岁啊。他活这么大的年岁，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啊，叫他表法的啊，他自己的成就，我觉得40岁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自己成就了，后面全是为苦难众生。
啊，故于第一愿受，宣说之。以下呢，则分序四十八愿各个的内容。啊，请看经文，这是第一愿。别院分十一口，就十一段。第一段根义，过土树苗啊，讲义报。第一，过无卧倒云啊，经文无有地狱魔鬼禽兽。云飞软动之类，我们看年老的注解，下面我此佛刹中无有地狱魔鬼出生，经中常以禽兽猿飞软动之类了出生道啊，这三恶道啊，啊，地狱此为汉语啊，是我们中国翻译成汉语，梵语为那罗迦尼尼，这在经上常常看到，这是梵文音译的啊，意思是地狱。十大乘论音译曰：此义有四义，这个地狱梵译那罗切尼尼，它还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不可乐，这里面没有快乐。第二个呢，不可救济，他的业障太重，佛菩萨救不了他。啊，第三呢，暗冥，地狱，就像是阴天。那它也不是黑夜啊，它是有很浓很浓的云彩啊，阴天啊，阴到什么程度啊，叫你人面对面的时候看不清楚面貌啊。第四个呢，这是狱牢狱，地底下的牢狱啊，仅仅言地狱那其中这一个意思啊，它也一定有这三个四个意思的啊，讲地狱是讲一个意思。菩萨论云：占卜周下，过五百余善呢，诺乃有其余。啊，余善诺一般翻作游巡，是印度礼数的名字。那我们现在多半用公里啊，一千米，这是一公里啊。印度的时候，他是讲游巡。下面，维摩经照注，僧道大师的注解：
游旬有三等，上中下三等，上游旬60里，中游旬50里，下游旬40里，都是丈量远近距离的单位，故常言地狱一，这个狱在地下啊，这是主要一个意思。但是应该要知道，地狱不仅在地下，山间有，海边有，矿也有，树下也有，空中也有。总之，地狱有三大类。那这个三大类，此地给我们列出来了。第一个是根本地狱，第二个是有增地狱，第三个是孤独地狱。啊，有这三类啊，那么这是佛学常识啊。根本地狱乃八大地狱，即八寒地狱。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，因为这个八大地狱也叫八热地狱啊，地狱一片火海啊，到处都是，你看到的都是火在燃烧啊，所以我们看地狱变相图，就是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海啊。那么那个火我们知道它没有温度啊，它不是很暖和的，它不是的啊，让你感受到的时候都是冰天雪地。占卜周地，占卜是我们这个地球啊，现在叫地球，佛经里面叫它南占卜周啊，这个地底下500有旬，有地狱，名为等火，从事依次而下，一直到第八狱，明月无间。那无间的意思，下面会说到。啊。那么这个八种狱，那层层树立，根据居舍论啊，再参考大论，大论大智度论，这个八狱有名称。第一个，这是从上往下啊，第一个是灯火地狱，灯啊，灯火地狱，鼻中罪人。所受的罪，
无法想象的。啊，主赐魔道苦极生死，然冷风吹之呢，皮肉还生，等于情火，这叫等火。啊，不是啊，受了刑罚，人就死了。那也就是一次受痛苦，他就不再受痛苦。地狱不是这样的，啊，地狱的深，我们知道，它是化身的，啊，是变化的，造作罪业的人。躲在这个地狱里面，啊，受的罪是刀砍了，啊，尖锐的东西刺，木，我们看地狱变相图，啊，有石木。这些都是刑具，都是在受刑。啊，苦其生死，啊，生死，冷风一吹，它又活了，皮肉还生。啊，算怎么样？再说第二次，一天一夜，万死万生。啊，它不是一次的，所以苦不堪言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罪要消尽，它才能出来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受苦受难。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救不了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业力。那么说到这些地方，在过去我们中国学术界有个名人章太炎先生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一个月判官，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那就是他白天在人间，晚上到地狱里上班。啊，判官的权很大，东岳大帝是鬼王，判官就相当他的秘书长。啊，这么高的地位，啊，应该是他的判官呢，大概是请假有事情离开了，请他去代替代理，啊，代理一个月。这个事情很多人知道，啊，我是他老人家女婿，朱金洲老居士，啊，在台湾也很有名气，啊，一个老居士，他告诉我，啊，他的夫人就是章太炎的女儿，他的老友丈。他说老岳丈这个事情他们都认为是鬼话，啊，都不肯相信。他是个学科学的，啊，对这种存疑，他说是真的。啊，有一天老岳丈
试试看，用一张黄纸写一个请假条子，今天身体不好，不能去上班。啊，他上班时天黑之后，就两个小鬼抬着轿子，啊，他上了轿子之后，那个轿子好像空中飞行一样，啊，到达东岳大帝的东岳庙。啊，那么这一天呢，小鬼果然没有来接他。啊，阴曹地府里面的生活状况跟人间差不多，只是看不到日月星。啊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看不到，一片浓雾。啊，阴暗。天非常阴暗，这是他说的，啊，真的。朱老居士中年学佛了，学佛的原因，他告诉我，抗战期间，啊，他做四川税务局的局长。他学财政的，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，打到一点多钟，快到两点钟散场回去。那个时候重庆是大城市，还有路灯，但是路灯灯泡20只光，我们就晓得20只光灯泡很远才有一个啊。他回去在那个时候都是走路，啊，没有车，走路。看到前面有个人，走在他前面，也没有注意，啊，走了很久了，忽然想到，这前面是个女人，一个女人，妇女，怎么可能在半夜三更，在外面走到？啊，这一想的时候啊，身上汗毛直竖。啊，看到前面那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，知道遇到鬼了。啊，就被吓到了。亲眼看到的，跟他在一起走了半个多小时。他这就相信了。他说我真正相信是这个原因。啊，相信。老院长所讲的故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骗人啊，确有其事。所以每个人学佛的因缘不一样。我在台湾跟他很熟悉啊，常常就看老人家，他把我们当孙子辈看待啊，他大我39岁。啊，把我们看小孩，啊，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，啊，他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，啊，不是从书本里面看到的，不是，都是亲身经历的，啊，确实不可思议。说清楚说明白的，说得最清楚的确实是佛经啊，所以我们佛经没有专说地狱这本书啊，我也是家乡的城隍找我求我恢复城隍庙，我说这是国家政策，不许哭，我做不到。啊，他就告诉我，那个烧阎王殿，城隍庙里最重要的是阎王，是阎王殿，是点阎王。他说能不能做这个？啊，还告诉我，九华山有十殿阎王，九华山有。我们在九华山
把这个十殿阎王召下来了，啊，很简单，啊，不详细，啊，所以我最后我们找到江一子老师，画家，啊，这个后面这个极乐世界图他画的，啊，用一年的时间画成地狱变相图，画得非常好，啊，是用道教日历宝钞作为参考资料，啊，那么之后我们从佛经，我找了几个同学到大藏经里面去查，结果查到25种经论里面讲地狱讲得很详细，比日历宝钞还详细，啊，还要好，是非常难得，啊，所以我希望将来有画家能够依照佛经上所说的再画一张地狱变相图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只讲到此地。